大家好，我是黄明发，是代表伯特利中心还有Good TV 在纽约纽泽西的推广团队的代表。我这很高兴，我已经第二次来参加这个美东的灵粮特会。这一次跟我上次参加就感觉不太一样。也感谢的肖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不只是来这边来参加这次又有这机会能够跟他一起配搭，我们也有宣教士的挂图能够在这里一起配搭，又有工作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东的一个灵粮特会当中与各个不同的教会的牧长同工一起来配搭来服侍。那我们真的是看见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东岸会不再一样，我们听到天国的福音，巴不得这样的福音能够在东岸也能成型，让天上的政权能够透过在东岸这样一个灵粮特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始翻转，透过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能够让东岸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能够被改变。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肖牧师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的教牧同会在做负责，我是在纽泽西教牧同会在做coordinator 所以我们都常常配搭。那我们就一起为了这样一个东岸的复兴也祷告很久，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开始，神做事的新的季节，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要一起来影响这个世代，来影响整个年轻人，要把年轻人把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能够把年轻人透过这样一个特会带到神的面前，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会来问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一起连结。所以我们相信神有他做事的方式，这是一个新的季节，我们会到时候整个东岸会一起连接起来，跟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进入命定，来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感谢主有这样一个特会，让我们都得着很多我也很高兴我太太还有我的同工都能够来参加，感谢。